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那我们要玩《圣之歌》利落下第一章第三话了。然后，这边没有告白。总算走到边境巡守进的入口，再过去你就没有独自闯过了吧？啊，是啊，以前我顶多一个人来到这，再生都是与贝塔拉同行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不要再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真的出了什么乱子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是是是，茫茫大人，这里会出现哪些猛兽，还有那些伸手者们设置栅栏障碍的位置，我都记得很清楚，别瞎烦恼行不行？上次我已经救了那个小贼，这次来看看还有什么可爱的女孩子，给我来个英雄救美。凭你那眼睛想学人家英雄救美，我看你只会错过眼前的美女不救啦。说什么话，美女是美女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的、啊、哦，是哦，干嘛干嘛，有话直说，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有话中有话啊，该不会你觉得自己是美女，结果我却没有提到你，还一直气耶。好了，你这小一号的美女可以吧，如果遇难我会救你嘛，吃什么醋，哼哼哼，算了，没吃完就那你继续那么以为吧。莫莫莉亚应该在说下马啦，不闹了。然后这地方正要注意安全。张导也说了，最近森林不安宁，只会有丑女巫，不会有可爱的女孩子啊。怎样？你会怕哦？抽一样老鸡排，怕你乱来，连我一起拖下水了。但你的保姆还真累的，刚办完事，办完事情赶快回家了。好哦。哦，说一下这边的话是在我们一开始游戏进行的时候的场景的左边，这个刺猬应该是打不到的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攻击的那个好像会延迟，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怎样，我觉得很不爽。这样可以上，可以上去跟下去。可以哎，那重击就可以了。原来如此。哦。我不知道下面跟上面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先走上面。感觉下面有东西，我忘了下去回不来。好像这么回不来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去，我们回去一下。先走回去，我走回去。过不去了。哦，可以砍掉、哦。那之前可以砍掉吗？在土坡那边能不能砍掉啊？我差点被砍掉。这应该是密米尔之碑吧？我就知道。血有病毒吗？我一直很好奇，到底血有没有病毒？我们上下树枝，看一下树枝上面有什么东西。看起来没东西了。这边算是长角森林的地带吗？还不确定。这边是，看一下啊，边境巡守境，还不是长角森林。
晚上逃到森林应该还有一阵子。哦呦，冰境森林。什么 ？CJE。CJE。我们叫一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蓄气的意思。看一下，这个提示有点不太明显。刚写同时按哦，不是同时按啊，就是分开按啊。哎。你看，一直可以一直聚着，一直聚着会变一个橘色的样子。然后是砍树之后，跟那个刺猬啊，我跟什么蜘蛛网了。这里是秘密通道吗？看一下，哎呦。真的很好，秘密有自卑吗？真的耶，耶耶，两我拿到两个了，这个区域拿到两个了，耶耶，刺猬。可以爬。这是什么？我莫名其妙得到一个。可以。哇！其实毛毛还蛮好玩的。像攻击这种往上面的敌人跟下面的敌人，用毛毛还蛮好用的。过年快到了，大家忍耐一下，过年就到了，再两个礼拜。感觉 BOSS， 我忘记我来这边要干嘛了。啊，真累死我了！哎，脚好酸呐、啊。你不是用飞的吗？真的脚酸的是我才对吧？怪我喽！不高兴，你也可以长一个翅膀出来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不像某人小时候是毛毛虫，没有翅膀也无所谓。最好我小时候是毛毛虫的，人家是精灵哎，精灵一定都是从花苞里长出来的，出生的身体还有淡淡的幽光啊！对啊对啊，就是用毛毛虫的状态吸花蜜嘛，最后就吐丝成为茧，顺便连在仓库这样，像我们家当年那个地壳哦。正常这么大一颗茧，整只这样从头脚从头到脚包起来，喂，你真哭啊！臭娃，你明明知道人家很在意这件事，人家就没有小时候的记忆，每次都在那边一直说一直说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呜呜呜呜，毛毛对不起的，是我不好。呜呜呜呜呜，哭哭难受。真好骗，你玩我。谁像你就说人家小时候是毛毛手，活该。话说回来，前面都是伸手者的西塔了啦。啊，对啊，烽火台特有的灵媒会越来越浓了，怎么敢相信？我们就这么小聚落的人力，除了西塔要守，还有北塔、南塔、东塔，因为兼着当烽火台咯，多插几座塔比较好通风报信嘛，不然哪像有人走几步路，脚都在酸的，这样都酸我，不可以吗？对不起，烽火大人，你请随意。那个，我们先把彼此恩怨摆在一旁吧。西塔这也都是阿铁哥在驻守的，对吧？我们去突袭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打混摸鱼。打混摸鱼，那是你操作的事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哥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好，可以。
会不会西塔已经沦陷了？上面走，虽然这些钱很少，不过还是有多打一点比较好。靠背啊！下去会不会挂掉啊？我看看下面有东西，下面可以摘。下面是，算不要，我觉得不要试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毒气之类的。我先把敌人干掉。那哪里？耶！你要这样子整我吗？我会紧张。会不会下面有东西？其实下面有东西，搞不好有欸，可是我现在不想试。但有没有啊？要去试吗？各位，好，试试看啊。来吧，真的有真的有，我太重了，你看，哦，水，还有一个秘密耳虚杯，是不是？这根本是我玩游戏的直觉啊，然后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完蛋，我回不去了。怎么办？真回不去了。可以有东西可以踩吗？没有办法可以回去吧？不用损血回去。好像没办法哎。哇！好吧，只能从那里了。还可以跳上去啊！小事情。搞不好可以哦。小，用键盘。不行，没办法，怎么办？不行，好，我们再从右边回去了。那个不能在下面不能待太久，因为待太久一下就死了。我也拿这个血，哦呦 ，OK， 那损血损蛮多了。真的，哟，阿凯德，你的眼睛现在看到东西吗？看你这死小孩，看得很清楚啊！现在不是你的巡逻时间，跑来干嘛？张导有特别任务交给我。特别任务？是啊，张导有意要来突击检查，看看阿凯德有没有在执行的时候打混摸鱼。如果发现此情形，则当场格杀勿论，绝不容情。才怪耶！你这小子跑来这边做什么？这里可不是散步的地方。看吧，阿体才不相信你的瞎扯淡。是厂长要我们调查厂长之身你的实证段，有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。进入厂长之身，说句正格的，你们照实证要放亮点啊。我听说了吗？赤红女巫又出现了。听说她杀人不眨眼，小心别给她碰上了。若真遇上，那就拔腿狂奔吧。然后心里祈求女武神别这么急着来接你。那只是传言吧，谁真的见过女巫啊？反正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谣言而已，等我亲眼见到再说吧。
信不信由你咯，连最近的陆朗也变得特别凶残，这可就不是谣言。反正你们记者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准没错。阿铁哥，你才担心别的瞌睡虫上身，你那眯眯眼醒着还睡着也看不出来，到时那陆朗跑进来，连怎么死都不知道。不会啊，陆朗光吃你们就饱了，我就算躺到地上睡也没关系。哈哈哈，是啊是啊，你两个傻子。那我们出发啦。愿诸神与森林中的灵庇佑你。ウザートに栄光あれ。喏。对，好像没东西。要小心。喂，気をつけろ。ここは危険地帯だぞ。枯骨。安古拉守护哦，西塔最接近塔吊之身。祭祀月神的殿堂。想死自己去哦，不要把可爱的莫莉亚拖下去。果然还是阿铁，懂得我欣赏我的美貌。OK， 三小自身之旅。看一下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女生最近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这集就收看了，谢谢，拜拜。